大家好，我是舟山经纬楼杆制造有限公司的叶炳军。舟山公司是经纬机械旗下的一个子公司，它位于舟山永东。我们主要生产以金海螺为品牌的各类挤出机当中的螺杆与机筒。现在我带大家进厂区看一下生产加工过程。这里是生产锥形双螺杆的车间，这是数控螺杆洗，加工锥形双螺杆更专业更方便。这是员工在进行锥双螺杆配对间隙检测，我们每一对螺杆出厂前都必须要进行检测检验，保证每一对螺杆的尺寸精度符合图纸要求。这里是单螺杆生产车间，从最小的25到最大的250元都可以生产。这里是生产锥双机筒的车间，你看这么多磨床整整齐齐的正在加工过程当中。这里是成品仓库，做好准备发货的螺杆机筒在这里接受最终的检验。譬如这个，我们准备发货的两套180螺杆机筒。这就是我们的舟山厂区，专业生产各类螺杆机筒，欢迎大家来参观指导。